要娶某，阮舅妈嘛看讲较无钱啦。阮舅妈讲无要紧啦，啊，无钱也无开票就好啊啦。有安尼，骗钱嘛会当开票，啊就好啊。我几张票开好的时阵吼，我放伫城内底，去提醒你，我敲阮某。你甲你妈讲咧，伊票无够拢咧，几张票拢咧，我跳票咧，我内底咧是无钱。我去甲阮某提醒的时阵，阮某就是假话伊讲啦，嘛无挂手指哦，去用你款对我转来。阮某排我排掉了六个的时阵哦，其他公司无钱。我讲无你去阿爸借，阮丈人第一句就甲骂啊！我有叫你卖借，你嫁出去半年要当后头厝借钱，你即马是对唔对？要借偌济？800万！我结婚的时阵无钱，我去甲阮丈妈算提亲嘛。啊，阮丈妈甲我讲啦，骗金吼袂来提啦。啊，我若是也是讲真，要甲我收我无钱啊，真正无钱。安尼话，迄叫大卖场票，约甲皮皮出啦，很久啊，陆续是千几万的票啦。我少年就买一间厝，我甲我厝过借二胎，借三胎。我那时在米店诶，搁去顶头贷款，贷较未贷啦，四种加埋要借现金啦。哇，约钱约到要够，啊，拄啊要娶某，要娶某，阮舅妈嘛看我讲较无钱啊，阮舅妈讲无要紧啦，啊，无钱无开票就好啊啦。有安尼，骗钱嘛会当开票，啊就好啊。我几张票开好的时阵吼，我放伫城内底，去提醒你，我卡阮某。你甲你妈讲咧，伊票无够拢咧呢，几张票拢咧，我跳票咧，我内底咧是无钱。讲真，阮舅奶的时阵无足介意我，所以我去提醒的时阵，阮舅奶我就去楼顶啦。老板，阮舅妈嘛看这钱嘛是办法，就讲，既然厝都无是大人个，到啥？讲啊，啊无不然你着行李款款对转去。我去甲阮某提亲的时阵，甲阮某就是假话伊讲啊。伊去楼顶换行李款款的，嘛无挂手指哦，去行李款款对我转来。唔是咱公司无钱，是啊是。台湾的汽车文化哦，大卖场开三个月票，咱开到四个月，开足久的，你听无？啊，你后下交钱交甲要哭啦，迄身上哦，辛苦的迄个资金缺口都补起了两三千万呐，足济你知无？为什么对我这某才好，我对阮这舅妈才好的？就原因的。阮某排我排掉了六个月的时阵哦。其他公司无钱，我某甲我讲月底用800万，我讲我无钱啊，你也想借？我讲无你去阿爸借啦。我某讲好，我唔敢等，我某在等，在等借钱。我丈人第一句就甲骂啊，我有叫你卖借，你嫁出去半年要当后头厝借钱，你即马是对唔对？要借偌济？800万，是要借800万呐、啊？啊，你现在做什么生意？有啥物欠我济钱啊？后尾啊，就我丈人借我钱，就摕出去贷款借我。我丈人讲借三个月啦。我足足两个月就向我丈人啊，所以我一直记这点情。我捌讲一句话，我惊我丈人后斗三工无，我了先绝对无惊你，我到底拍个遐皮皮喘的。廖阳出事的时阵，啊，剖腹产囡仔吼黄疸，你听无？啊，咱个囡仔生出来黄疸就是爱放伊个保温箱啊，照黄疸嘛。医生讲要待七天啦。啊，迄时阵我无全民健保，我了出院的时阵，我搞开3万2千外啦。啊，娘，为阮久感觉无2000块，是要多添3万几块。我车驶倒来找员工照，我廖阳出院是共借钱，廖阳今年几岁？20岁。我20年前，我才出事，我人借，我人借钱，无是安尼变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94要客诉，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